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，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。老板，大家不玻璃心，老板，我要电台肉。知道吧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。姐姐给你。带来远处的奇幻，无情的战火。姐姐忘了吃棒棒糖。老板，还有这个棒棒糖。是真情融化成一种倾诉。叶老板，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又没在家。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。姐姐，我要带。